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。王一博成功加入街舞气氛组，秒变王甜甜，笑到不能停。王一博活泼起来，十足的小孩子心性，调皮又捣蛋。别说，经历了这么多期磨合，王一博真正融入街舞的过程，也是一个慢热型到狂浪型的转变，越发的自在跟随性。都说王一博的本质，就不是个高冷的人，不过是没有在合适的场合而已。一旦进入场景，他就会释放内在的自我，有点闹腾，也有点点吵，顺带着风起来后，还有点狂浪。依稀记得街舞第三节的开场，就嗷嗷叫的脑瓜子疼，表情失控到自己都觉得丑，惊呆的下巴，裂开的嘴，总之形象全然不在，惊呆众人，碎了一的后，居然圈粉无数。这次呢，王一博再度融入了街舞中，这次可是大神云集，必然出高徒。是的，没错，王一博全然进入了气氛组，活跃的制作者，拥有了一双发现不同的眼睛，总是在不经间制造出来点小惊喜。各种的小音效，各种的小动作，各种的表情包，各种的乖巧拍手抖动，他都停不下来。贡献了多少表情包，我们自己数不过来，只是觉得孩子有点过分活跃了，顺带着还有点调皮捣蛋的节奏。首先呢，看到街舞大赛上场，哇哦，小音效就上线了，乖巧拍手 respect， 给手给手，表达致敬。中途录制，左瞅瞅右瞧瞧，哇，看到了夜音的发现，一个字叶老师，酷哦。别说他社恐，他才没有呢，赶紧来个小对视，指指头发，竖个手指，喜爱的步步上场了，抿嘴笑的那叫一个甜。突然发现凡是被王一博喜欢的，他都会笑得很甜，看人的眼神都带柔情。对于步步的音乐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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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咻咻，各种的音乐他都留心记忆下来，到了休息时就会找步步一顿猛操作，用肢体表达，你的东西我都记得哦。顺带着不要调侃，传达一些卡卡对步步作品的评价，不咋地，瞧瞧这个孩子捣蛋后的得瑟劲，也是有点点可爱了。融入气氛组后，那必然是随时随地制造气氛，主题音乐必须大声哼出来，完美融合，哼哼哈哈的就跟着唱，这就是街舞，为自己而舞，哎，嘿。试问，王一博，有人嫌弃你吵吗？看身边的哥哥，都用啥眼神看你吗？不是你小，估计都会让你闭嘴吧。开玩笑了，他们看王一博都这般活跃，自然也跟着融入了。难得一见王一博这般活跃，不，实属少见而已。笑起来也是停不下来，这也许就是在喜欢的东西面前，终究保持热爱，在有兴趣的事情上，人总会呈现最真实的一面。因为热爱而保持热情，因为喜欢而投入全部，释放出来的能量是足够带来力量的，也是可以感染到别人的。王一博，街舞是他所热爱，更是一份炙热下的灵魂释放的，足够具有感染力，也足够具有魅力。别停下这份激情燃烧，笑起来的样子确实很甜，也带给了别人一份温暖。足以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